钱嘛，哇！写字好水嘛，哇！主持的妖娇嘛，哇！哇，拢有啊，拢有啊，安尼拢有啊，安尼啊，安尼，啊你别人去安怎？阿伯，阿伯啊，我无甲安怎啦，无甲安怎。哦，安尼好，来，基本上吼，要来先唱完两首歌曲，啊，甲人去请安问好。哦，那多好，甲你的新闻就开始了哈。来，你猜吼，哎，我来来，你管你啊，我来调查。哎，那这个这个调查一下哈，你的这个来历是什么哈？好，来来来。在出国的话，要怎样联络？所以各位好朋友，下当金秋开花好结果，这边厝啊正在报，在新山金厝内报，下当一世人过了，在新农村无花又无落，每一天咱生活了真轻松，下当农村过了真快乐哦，谢谢。谢谢，来我们这个小姐哈，她属于袖珍型的啦。袖珍型。哎，就是安尼哦，感觉起来咧真优秀安尼啦，袂安尼粗卡重地安尼哦。这不是海洋的体格，伊嘛不是琵琶的身体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自古自古红颜呐，自古红颜啊，四多不必用啊，是。哎，我老爸笑笑，我听无。啊，自古红颜呐，就是跟咱林黛玉的啦，林黛玉你听到有啦？哎，对对对。哎呀，林黛玉的声音吼，她需要。查甫人的保护迄型的啦，对对对，就敢那样，哎呦，我人奇怪，我人看到查甫人咧，我来感觉，咧规身躯安尼，一直安尼，啊，唔知变安怎咧，哎呦喂，唔知变安怎是安怎，啊，就安尼，什么念头，一直无声，哪能咧，无声，奇怪，啊，一直变好安尼，你需要人给你查一下。哎，我这个小姐哦，你很了解。哎，我通常安尼是正常，那无安尼就无正常。哎呀哎呀，无正常习惯了啦。哎呀，所以讲主持吼，到这当阵拢无人敢抓，这原因的啦。哦，安尼都无啥正常啊。那不是啊，就是讲咧，这传的。对，我比你更加无正常诶。哈哈哈！哎呀，说得好。啊，那凭着凭你这句话，就我负负得正嘛，对不？啊，无人家找无嘛。哎啦哎啦，无啦，一些无啦，主持的吼，太搞话咧，这带回去吼，足差，你敢知？这无人敢带啦。哎啦哎啦哎啦，啊，咱小唱歌。幸福人生靠家己，幸福人生靠家己。来，各位欣赏，谢谢。哎，这个小姐可以给几下？一高唱的吼，来，后边来。Thank you.
妹，感谢好妹的分享啊！谢谢啊！哇，那些小姐看到咱的现场好朋友，甲大家有机会伫遮呢吼，共同吼来参与，足欢喜的啦！真欢。